那个 O.TSC 再分割回25个档案，哦，难度就更高了哈。只是说，不过有的时候啦，程式是这样啦，就永远都没完没了的哈。就是刚好本来我已经就是之前上课就讲到这边，大家都打住，然后后面同学问说，老师那再来哦，最好是可以怎么样？我现在要合并了嘛，然后可不可以再帮我分割回去？可是问题来了哦。怎么样把它分割回去啊？这边可能有个地方哦，我有动一点手脚，也就在我这个程式里面哦，本来换行哦，只有一个换行，但是呢，我这边为了要让那个怎么讲，将来哈合并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依据，打开你会发现哦，我在这个中立有没有跟三重的这个地方本来是只有一个换行。那我把它变成两个换行，为什么变两个换行？因为将来我才知道从这边做切割嘛。但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两个换行，啊，这样怎么分割？没有，这太困难了吧？哦，所以我们要想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我刚刚第一步哦，在分割的时候哈，不，在合并的时候，我就先在这个换行多一个，就等于两个换行。那这两个换行要做什么了哈？第一个就是说，我先 demo 回归它啊，做完之后的话，如果我要把它合并的话，程式总共也是11行，虽然11行没什么，但是恐怕也要花很多力气了哈。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，那是不是唯一的？不是哦，还有更多方法。我执行给各位看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就是再把它分割，把 O 怎么样？再把它分割成25个档，然后并且再把 O.TSC 删除掉，好，执行给各位看，这边会跳出什么？哎，有没有发现？这底下会分割完成，有没有看到？25个档案又恢复了。OK，啊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又可以再切到另外的模组，所以我这是分两个模组哦，一个是合并，一个是分割。合并的话呢，就是刚刚那一只，又可以把它执行。又可以怎么样？合并成功了，有没有？又变成 O 了。啊，另外一只的话是分割，所以哦，待会请各位，如果你要写的话，请你另外再开一个模组，名称也许叫分割全省邮局，全省邮局资料执行。哎，它又分割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又回来了。哦，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了，很简单。我尽量这个逻辑不要讲得太复杂。那怎么做？哦，尽量也用比较简单的逻辑来完成这件事情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哈，这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了。那我想的方法是这样，第一个就是一样是把这个档案打开，所以 F 等于 open 什么？把这个 O.TSC open 起来，然后你一样 read 它，把它读进来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那我怎么可以知道说未来呢？我是需要从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哈，去帮我把它怎么样，把它存档？所以呢，第一个哈，我用一个方法叫 find。因为在字串的那个函数里面呢，一样跟那个什么 Excel 里面一样，有个函数叫 find 的话，意思说顾名思义啊，寻找，寻找什么呢？寻找两个换行的位置，有没有？就找到这个一个换行，这边有个换行，有没有？两个换行的位置刚好找到这里。那将来的话特别注意哦，文字哦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类似一个串列，它的位置从零开始，一直到找到的位置。那我把这个位这边所有的东西啊，把它存档，存成什么？存成档名叫三重就可以了。可是问题啊，我怎么可以抓到三重这两个字？哎，刚好呢，三重这两个字的位置哈，刚好从这边算过来，刚好是第16个字，第17个字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只要什么，把第16跟第17这两个字抓出来，当成档名。就可以把它另存新档，OK 哈，所以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，一样呢，先开一个什么，开一个这个 module 叫这个分割全省邮局资料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一样呢就 import，等一下会用到。那上面部分的话就是什么，一样 open 它嘛，F 等于 open，O.TST，R 模式，那一样把它 read 哦，对不对哈，把它读进来。那读进来之后的话，底下就是等于去寻找，用 while 回圈，找什么呢？找那个换行两个的位置，
那也就是说一直找，找到没有为止。那找到之后做什么呢？把它这个，哦，把它这些这个位置抓到之后，然后把它写出去了。不过我逐一来看哦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我先把它处理掉。我们逐一来看，第一个娃绿的之后的话 ，S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哈，这个，我们可以哈，先挡名部分哈。你想说 S 哇，这个 print 啊，把这个结果 print S， 那当然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把整个 S 哈，通通这整个你会发现从那个 O 里面的东西，从三重哈，一直帮我 print 出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抓到这两个字的话，三重这两个字我要怎么抓？特别注意哦，其实有一个技巧哦，你可以把这个字串哦当成串列来用哦，这个很特殊啦、啊。你想说，老师那个中括弧不是串列吗？其实哦，这个怎么讲，文字本身就像一个串列，它的位置有没有？第一个字的位置就是零哦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哦，假如说你要抓哪个，抓这几个字啊，零一二三四有没有？那你这边可以输入零冒号到四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是这样叙述的话，执行一下，有没有？就是他帮我抓零一二三，特别重要。四的话是停下来，所以不会执行。所以零一二三，刚好四个字啊。如果当然我要抓后一个字了，那变五了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呢我哈要怎么样要抓档名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抓？特别是要档名，所以我之前呢我要抓这个三重，而且你会发现底下那个中立哈位置也是一样，刚好就是第16第17个字，所以我如果要抓到三重的话，那我就抓什么？中括弧三重，假设它是第16个字的话，那应该多少？15嘛，因为从0开始，对不对？到哪一个字？应该15、16嘛，所以应该是17停下来。看一下执行一下是三重两个字，三重。所以哦，我这样来存档的话，我就讲三重点 TST 不就 OK 了？好，是第一个哦。第二个的话呢？那我如果今天要抓什么呢？三重这个把它存一个档的话，那我当然第一个啊，三重存一个档，档名已经有了。那我这个档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哈，一直到哪里为止？一直往下找，好不好？找到哪里呢？这个两个换行的位置。所以啊，特别注意哦，我这边应该加什么？零，假设三重的全部的话，零冒号。那我怎么知道说那个什么，它两个换行的位置在哪里？很简单，用 S 自己这个字串本身，它会有一个方法叫 find。find 之后的话呢，你就给它，你要找什么？找两个换行的位置，它就会把两个换行的位置有没有找到了？也许这边是多少？假设是300，那就300就带过来，0到300，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直接把它 print 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应该就是三重的这个位置吧，我看一下，对，有没有三重的位置？那我就把这个部分的资料怎么样，把它怎么样，存一个档就好了，存成三重点 TST 就 OK 了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那我要怎么样找中立？特别是哦，所以后面的话哦，就是跑一个while回圈，细节部分呢、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哦，再去了解。换回圈意思说，一直帮我找，直到找不到两个换行为止哦。如果呢找不到两个换行的话哈，它会是负一，也就是那个 find 找不到了，就回传负一。所以后面的话哈，其实我的写法这样哈，所以刚刚主要是解释啦。所以呢，我就是这个 P 的部分哈，有没有？这边是有个这个 P 指的就是预设值从头开始。然后呢 ，while s 点 find 呢，找什么呢？找那个两个换行 ，p 的话是从头找，这个逗点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找起 ？OK 哈、如果不等于负一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它有找到两个换行，就继续找，不等于负一哦 ，OK， 那个答案意思说找到，那就继续找。
那如果找到之后的话，第一个哈、哦，后面这个地方呢是先开一个档案要存档，有没有 ？FW 存档，然后这边 S 有没有？记得哦，有没有 P 等于0嘛？ 15冒号 17， 要不就啊我这个地方的话指的是将来如果说哈、哦、我们会是中立的话，那就是把找到位置往下 ，OK， 然后点 TST 写出去 W， 然后 right 的话呢，就是我刚刚讲的。找到从 S 哎这个从哪个位置哎从那个 right 哈、哦、从 P 指的是0嘛啊、哦、如果是三重的话那、啊、将来如果说往下找它那个数字就一直往下到哪里呢到找到的位置 OK 哈、哦、然后呢特别是哦关键地方来 P 这个值哦要让它怎么样往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 P 一直0的话它又找到头了啊为什么要加2哦因为两个换行。两个换行，意思是从那个两找到位置，再往后两个换行的位置，再继续帮我往下找，哎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最后找到之后，那就是一个一个帮我存了哈、哦。然后记得哦，这个 F 点 close 前面我们有 open 嘛，就有 close， 为什么要 close？ 因为如果说你将来要 remove 的话，如果你 remove 啊、哦，就是意思说三档，如果你这个地方啊，假如说呢。你没有把它 close 掉，它一直在记忆体里面的话，那你没办法 remove， 它会跟你讲说，哦，这个档案无法删除，有点像病毒啦，你要删，假如确定那病毒，就怎么删都删不掉，因为它在记忆体里面，除非你要把它什么，从记忆体里面把它释放掉，它才有办法删除 ，OK 哦，所以做完的话呢，哈，就类似长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做完 O 点啊、TST 哦，如果把它全部分割的话，执行。哦，他就帮我把它分割了，然后最后的话呢，把 O 点 TST 嘛，这个档的嘛，把它删掉了，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没有 O 点 TST， 它也是分割完成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了哈。不过哈、哦，跟各位讲一下哦，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哦。后来有同学说，嗯，老师，我觉得哈、哦，是不是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？什么方法 ？Split。Split， 哎 ，Split 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？把那个两个换行当成是切割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切割之后，就是会有25个有没有切割的那个分割的地方的一个串列，那你就分别把那个串列读出来，存一个档，读出来存一个档，读出来存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哦，啊只是说哦怎么写啦，哦写得出来才是厉害，哦写不出来永远都是空谈的 ，OK 啊，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我刚刚写，因为这个程式比较复杂哦，所以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的这个第四，哎这里哦，在第四28页这一段嘛哈，刚刚写的一模一样哈，在这里，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不过你们在做那个分割回25个档的时候，记得哦，你那个诶前面合并的地方哦，那个换行要变两个哦，有没有？我那个 right fw 点 right 后面有没有？要是两个换行哦，我、哦、原来好像只有一个换行哦，反斜线跟有没有？这个反斜线要变两个哦，哦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变两个，将来就没办法分割，因为没有办法做。档案之间的分割了哈 ，OK， 这里请各位试试看哈。